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Yo, what up? 你要见还是我？ It's Razor Pop La! Genie Zhuo is only 22 years old. But the Sweety Pie has released 6 albums, acted in 6 TV dramas, and a movie. She has acted alongside hot Taiwanese idols Wu Chun, Gyro Wang, Tang Yuzhe, and also worked with established songwriters and performers in Mandopop like Tanya Chua, Zhang Zhenyue, Fan Weiqi, Li Weisong, and Gary Cao. She is well known for her lovely duet with Gary Cao, Liang Shanpo Yu Zhu Ying Tai. But her TV and music successes come with a price. She also has to deal with numerous rumors ranging from show low, refusing to appear together with her on and off screen, to fans so obsessed with her that they send her threatening messages when she does kissing scenes, as well as alleged relationships with Xiao Gui and Chen Yiru from Fahrenheit. Starting out in a colorful world of entertainment when she was only 12, is she scandal-proof now? Is she ready to grow from a sweet young thing to a sexy puss? Genie sweetly bears all in this interview. 我们知道Genie其实很早就出道了，你是在12岁的时候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对不对？那会不会觉得自己出道得太早？ 现在想想觉得其实也OK， 因为反而就是可以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学了好多好多东西哦。 因为像在音乐方面的戏剧方面的甚至是一些自己管理，就是艺人管理自己的那种部分，我就觉得学了很多东西。那也好险，我就会觉得说自己笑自己说好险之前第一张专辑卖不好，对，因为那个的没有成功，导致让我会觉得更想要奋发向上，然后更努力，然后更坚持自己的梦想。对，我知道 Genie 15岁就出第一张专辑，对不对？不是很多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但是您却有这样子的经历。那我知道那时你的专辑也没有卖的预期的好，那么你是用什么方法来鼓励自己继续前进呢？其实就是有一种不认输的感觉吧，就是会希望说我想要超越自己，因为我在15岁发第一张专辑，可是我会希望，如果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如果还有机会还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的成绩可以再更好，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让就是让大家对我在第一张的印象跟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就慢慢的每天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努力，然后去加强自己的一些才艺啊。而且我高中读的学校是跟表演有关的，所以你要学了很多东西啊，像跳舞啊、走秀也要学，化妆啊，然后做衣服啊、画画啊，其实学了好多东西。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那个学校也是感觉很像是在培训新人的感觉，培训艺人。那一直到毕业之后，我就觉得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好，那我要继续开始实现我的梦想。那么 Genie 现在对娱乐圈还有什么憧憬吗？还是会啊，因为其实像现在虽然可能唱片很不景气，但是我觉得对于歌手来说，每一年可以发行自己的一张专辑，然后唱很多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慢慢累积，那我会希望说之后可以就是开演唱会，然后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让就是全球的地方的人都可以认识卓文萱。那卓文萱是多才多艺的，那么你从事那么多种不同的东西啊，你比较喜欢拍电视、拍广告，或者是代言，还是唱歌呢？大家好像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就是每次虽然大家问都会问，然后不管去到哪里，可是我的回答依然是最爱唱歌，因为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很内心的，然后很可以表达自己内在在想什么，然后自己的心情的。对，因为像演戏，你真的就要演别人，你要诠释别的角色，就变得是你在演别人，而不是你在演自己。那像拍广告，就是还是以唯美的感觉去做一个表现。可是当唱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失恋啊、谈恋爱啊、暗恋啊，然后一些朋友之间的歌曲，然后一些
对于未来希望的歌曲，你就是可以用很内心自己的一个第一位去出发。对，所以我最喜欢唱歌。那我们先谈你的电视好了。那么在公主小妹当中啊，你跟吴尊有一个色诱戏，对不对？对。那么对你来说会不会很困难，还是享受？非常困难，因为那是我拍公主小妹第一场戏。那其实对于吴尊啊，对于导演，对于工作人员，很多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我都是第一次碰面。那第一天碰面，第一场戏就是我要色诱他。我觉得我整个就是流汗欸，我一直在冒汗，一直觉得天哪，也太紧张了吧。可是又觉得说演员就是要敬业，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剧本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或什么样的挑战，你就是一定要去做，就是做到让大家觉得就是掌声鼓励这样。所以当下其实现场差不多有30几个人，可是都是男生工作人员，摄影师啊，然后灯光师啊，然后道具师，他们就全部就在旁边这样看你一眼，然后就变得是说，好吧，虽然平常的我这么像男生，但是也只能在这个时候露出最就是女生的那种魅力去勾引他。可是导演一喊卡的时候，我是整个脸红变红，就觉得天哪，也太不好意思了吧。而且就是反而是吴尊他自己就觉得 OK 的，没关系没关系，放轻松放轻松。对，他就是还反而还安慰我。对，其实里面有很多那种我勾引他的戏啊，或者是他要就是展现他的胸肌那种，真的我也不敢直视他欸，我会觉得说因为怕被他的歌迷讨厌，就是会不敢看。可是其实当下那个现场的气氛大家是非常的开心的，就觉得太好笑了。那你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来让自己进入状态呢？是你就是去那边就是逼自己进入状态，就这样子。对，就是每次当导演就是他们在喊5、4、3、2，我就马上就进去那个角色里面。对，因为我觉得除了要专业之外呢，还要不要浪费别人时间。对，时间是很宝贵的。那在拍这个翻滚吧蛋炒饭当中，你也跟这个唐禹哲还有汪东城有这亲吻戏，那么感觉又如何呢？只能说两位男士的唇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像禹哲的话呢，基本上是他强吻我。对，所以感觉会觉得不太对，因为当下是他在哭，然后我在安慰他，然后后来他就是亲上我这样子。可是那种感觉你会亲到很多鼻涕，怎么会觉得浪漫呢？就是完全没感觉，就会觉得哇，赶快把它擦掉。可是像大东是我们就是呈现在那种就是真的有约会浪漫的感觉，然后但他也很紧张，因为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在跟你对戏的时候，他的嘴巴一直在抖，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可是两个感觉是算温柔啦，是算温柔啦。对。那么唐禹哲、汪东城、吴尊、陈亦若，他们都是现在当今很红的偶像，都很帅哦。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如果要选男友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好难哦，他们四位会看上我吗？应该不会。当然会啦，你那么甜。哇，这真的很难欸。那我应该会选，哇，天哪，陈亦如好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几个里面，他是跟我比较像哥们的，就至少说他，我比较不会说，就是因为我们俩其实平常太像是男生朋友，他都会把我当男生。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觉得说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男的。那是不是说以后如果你选男朋友的话，你会选择把你当成是一个男生的男孩子呢？当然也不希望啦，这样怎么好？因为明明是女朋友，然后还要把我当成男生。不过我觉得四个都很好啦，但是依照话题的话没有啦，就是不知道，应该是他吧，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对，他可以就是一直跟你说话，然后你都不用讲话没关系。对，他就是会有就是滔滔不绝，然后就是很多话题可以跟你说。对。那拍电视你最想尝试怎么样的角色？如果是拍戏的话，我会希望说之后可以演喜剧。对，我觉得要演好喜剧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控制在这么好笑的状态之下，你不能笑，因为我一定会笑场。对，所以我想说是借由这个做训练，然后也可以
其实拍喜剧是他就听说拍喜剧是整个环境啊感觉是会很开心的，所以我还蛮想试试看的。